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03集的节目。由于 SS 100、104、05、06低七级的这些玩具最近重新上架，所以低七级的这个讨论热度稍微热起来。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再次分享低七级的周边产品啊，它是布洛可积木的，有正版授权的一个套组。各位可以看到啊，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封套把它封起来。擎天柱夜夜四版、青星队长、野兽模式，还有星队长耀夜版。那么它的话还有附带一个背景的一个场景，那这个组合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会像这个样子，可以重现电影里头呢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啊，也是当时预告片呢最多人吐槽啊，穿模啊，水花啊，喷到这个不知道喷到哪里去哈，各种等等啊。那我们的话呢就也稍微看一下那个外盒吧啊，它的外盒其实做的都是挺漂亮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款猩猩队长的一个人形态，那这是一个耀夜版，耀夜版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灰色透明件的一个版本。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我也有拿到一款是正常版本，那两者看上去的话细看是可以看出来的啊，这个是真的是有一个灰色透明感，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铁灰色的感觉，那这个金光闪闪的样子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好看，以往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闪光效果会不会感觉很廉价，但是不得不提布鲁克在这个包装盒上面呢确实是做的真的是有一手啊，看到胸口这个闪亮亮的一个样子啊，确实这个质感要做出来啊，耀夜版这个还蛮容易去做一个区分的啊。那其他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一款这个的话应该是这一次最受欢迎的，它是一个野兽形态的一个金刚王，它之所以让人家觉得很棒是因为它的人物比例没有 Q 版的感觉，比较接近于正常的比例了啊，所以这一款的话目前几乎呢看过啊摸过的朋友都对这一款特别特别的有好感啊，这个全身冒发着金色的斗气啊，果然是战斗力很高的样子。再来就是这一款是金属涂装的 OP， 先前有给大家分享过它的原色版本啊，我们也给各位看一下啊，变成是一个蓝色的感觉啊，这个镭射的这个反光啊真的是挺好看啊，这个胸口的这个位置对吧，做的真的是我个人还是那个给这个包装好评啊。最后就这个场景包，后面的场景包的一个说明书的话就直接配在后面啊，不过呢我不晓得啊，就是它是有三个这个水花特效，但是我拿到了里头只有两款啊，我不知道是都是只有两款还是说这是我个人中奖啊。直接来把场景组搭载起来，组合非常简单啊。那么它的一个地台的话呢，这个地台的话呢是靠着水花的部分的把它扣上去做一个固定，那它是从这个地方它多折一个角度，让这前面的岩石能够往前面一点点，制造出一个特殊的视觉效果啊。反正各位觉得怎么样了意识到了就行了啊。那这个背后的话可以看一下啊，很简单，这个组合没有任何的难度啊。那刚有提过这个水花的特件呢，说明书上面是印三个，但是呢我打开就只有两个啊，不知道大家状况怎么样。那如果说真的很需要三个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从 OP 啊这一款里头呢去拆一个下来。那么的话呢这块就是这一次的 EX 版的一个 OP 啊，我们先把这个 OP 的话呢给从这个包装盒这个地台上面给拿下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有附带一个手炮的啊，手炮的话呢也是整个是变成了一个金色的涂装，那敲击一下呢它的眼珠子呢就会发光啊，这眼睛蓝色真的是很漂亮，也是这款玩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点了啊，美丽的这个背后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像脊椎骨一样的东西。那这个金属涂装的光泽的话呢对于玩具的加分有多少，各位可以自己打个分数，我是觉得之前的这个原色版本好像也不错啊，有一点点哑光的感觉啊。那蓝色的部分呢，这个金属的蓝色的话就更深沉，先前的话呢稍微浅一些些，但是我觉得都好看啊。那你看你喜欢哪一个，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偏好啊。但敲一敲的话，眼珠子的话同时都会发光的。那么它一个 OP 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呢摆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场景的话，严格来说还是稍微显得小了一点了啊。那再来就是这一次大家非常非常注目的这个是 Optimus Primal 的一个野兽形态啊，这个看起来好像要把这个地台自己把它给掀起来的感觉啊。它附带的一个特效件呢是水蓝色的啊，这个倒是有接近啊，这个在里头还是把这个水给掀起来。那我们把它的话呢从地台上给取下来啊，它稍微震动一下，它的眼珠子就发光了，而且是绿色的光芒啊，这个绿色的光芒真的是很亮哦，非常的透光，连同嘴巴的话呢也直接张开了。它这个头的话呢可以往上面
上下稍微抬一点啊，嘴巴张开 ，OK。那这个手部的话呢，有一个替换的一个拳头，一共有三种造型。这个的话呢，是这个按在地上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就随便替换掉其他几个啊，比方说可以换成这个拳头。这个拳头的话呢，你可以让它捶胸啊。最后说到这个脚的话呢，可以把它往下放下来。那这个脚的可动关节只有根部还有这个脚掌哦，中间这里是一个造型是没有的替换的啊。那这个头就可以把它往下面提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手型的话呢，是一个爪型啊，我们也把这个爪型的手给放上去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可以做出一个类似要干架的一个感觉了啊。嘴巴再给它这稍微拉开张开一下，敲一敲。OK， 这个看上去是非常凶猛的样子哦，非常非常帅的一个猩猩的形态。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细节啊，你看这个地方左右是可以动的啊，这动起来是谜一样的，相当谜的一个律动感啊，感觉很，反正就是这个家伙就是一整个好玩啦，一整个好玩。那你也可以让它是以一个站立的一个形态来跟 OP 的话呢做一个对峙的画面。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呢把他的身体往前面扶下来。那至于说往前扶下来你要不要替换手掌，这个其实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我个人觉得是也没有必要，而且他只需要三个部分，就两个手啊，基本上如果你重心把握得好的话，只需要两个脚跟一个手臂啊，就可以把这个人物给支撑住了啊。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个猩猩队长啊，这个 Optimus Prime 的这个野兽形态啊，可以说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而且它的组装来说的话呢，并不困难啊。这里头组装最难的呢还是 OP 啊，它的零件最多啊。这一款那个 Optimus Prime 顶多就是它的颜色都是铁灰色，你可能在找的时候呢，分配上零件上去找的时候稍微花一点时间而已。那内外还有一个关节可以动，所以说它最大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手臂啊，可以翻到这么后面 ，OK， 真的是强烈、强烈、强烈推荐这个家伙啊！而且这个比例啊，并不是 Q 版的比例啊，刚刚就有提过了，非常、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啊。在我们看到这一款金刚王的人形状态，说实在话，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第四季的 Lockdown， 对不对？这个样子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像。它的特效件呢是一个绿色的，这个就让人觉得比较奇怪一点。那我们的话呢，把它拿起来，这个是耀夜版啊，这个发光之后的话，透光的效果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附带的话呢是一对的武器，那武器的话呢也可以组合起来，像这个样子，这是普通版本啊，也是可以将它组合成一把双头的大剑。那么替换的一个部分的话呢，有握拳，还有这个手掌。面雕的话呢，也是有两款啊。这个我们先让它的眼部也发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个家伙的话呢，面罩的部分我是有做一个替换了啊。普通版的话呢，是一个不露嘴的，然后这一款啊，耀夜版啊，它是一个嘴巴有露出来的版本。那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背后，基本上呢，我觉得吧，这一款的人物就有一点点 Q 版的一个样子，而实际上这一款也是组合的。目前这几款啊，目前推出的这个 Bumblebee 啊，然后这个金刚王啊，这些家伙里头啊，还有这个天灾里头，这一款的这个组合的一个难度呢是最最最最低的，非常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偶的组合就可以把它完成了。那至于可动的话呢，腰身可以动。球部是一个球形，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手部360度的转动啊，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手肘弯大概是90度左右了，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脚前踢的幅度有限了啊，那后踢的话呢也是被屁股给影响到，那这个脚踝的话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普通，我反而觉得这一款这个普通版本的配色是不是比较好看一点啊？啊，那一款半透明的感觉，我觉得反正细节就没有那么样的明显了。你看它这个毛发的感觉啊，在这个配色上的话呢，就感觉是比较明显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的一个金刚野兽的形态，然后这是变成人形的形态，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个Maximo 是吧？那个这个到底这你应该感觉要变成战斗形态，怎么我感觉好像这个形态比较强悍的感觉啊？anyway， 反正这一次组的这个介绍的套装的话，主要就是这两个模具了啊。因为 OP 的话，先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普通版本了啊。那这两款这个猩猩队长或者是两款金刚王，
啊，我毫无疑问吧，我会推荐你入这一款这个金刚形态啊，真的是这个光是这个嘴炮啊，就已经有它大大的加分了啊。那这个长金组的话呢，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其实这个价格真的是 CP 值真的是挺高的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